好，今天我们接着跟曲浩师傅来学习做菜哈、这个《红楼梦》里曲师傅有一道菜叫茄鲞吧？茄鲞，对。人家都说那要一个茄子要100只鸡来配它。哎呦，那讲究了，那个就叫超级豪华，对吧？对对对。今天曲浩师傅要教我们做一道茄子呢，虽然不是超级豪华，也叫基本豪华版。还是豪华的、哎、对，就是呢讲究点了啊，不是一般的我们说的这个肉末烧茄子了、对，叫什么呢？今天是肉末茄龙了，听见了吗？有龙在里面，龙在里头了。哎，这龙是一种食材呢，还是说这个一个样子呢？那其实呢就是拿茄子做的啊，做出来呢形似一条龙的概念，哎，是比喻像条龙。这是一道造型新颖独特的美味，它酱香十足，口感软嫩多汁。如果喜爱茄子菜肴的朋友一定已经被它特有的气质所吸引。另外，如何能快速切出深浅一致的夹刀片？茄子酿馅有哪些讲究？蒸茄子前需要什么秘诀才能使茄子更加有型，味道更浓郁？我们的厨艺大师今天将一一教给您。肉酱茄龙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长茄子，辅料有肉馅、虾仁，调料有蚝油、玉米淀粉等。我们看到您选的茄子哈、本来就是长条形茄子，那它就直接这么弄了不也行吗？哎，那不行，那你得还得便于食用，便于烹调，便于入味。所以这个龙是用刀变出来的。对啊，那我们就变条龙给大家看。首先呢我们要切、要给它切成什么呀？切成叫什么呀？夹刀片，就是不能切断了、不能切断呢，四断还飞不断。你比如这刀深了，一打把掉了；那刀浅了，掰不开了。看来这个夹刀片还真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啊。那么有什么好方法能让我们的这些不精通刀工的朋友们也能像大师一样切出这漂亮的夹刀片呢？在家里做菜的大爷大妈有时候就说：“哟，这刀工太复杂了，啊、我弄不了。我就”弄不了不要紧，咱们简单的，一边搁一筷子，它就保证深浅一致了。啊？这怎么就哦？哎，我保证让它底不断，而且呢，这个深浅度是一致的。你要没这个，全凭刀悬空，靠手的感觉，那就只有曲师傅能这样做了。哎，有时候深就有时候浅了，是吧？那怎么办？面对你这种人，我就想出这招来了。面对我们这种人。这招太管用了、马上让它一致，切的薄厚多少，大约在4毫米左右就合适了。目的就是把这个茄子呢，其实就是准确的说还是要切片，只是这个片不断开。对，那龙身子最后你打开了，哎呀，大家看，你看啊，一掰开的手风琴一样，很均匀。然后呢，我们呢用不了这么长、啊，你比如说我们切个这么长一段，这么长一段就可以了。然后拼起来就是一条龙、拼起来一条龙了。好。是的，轮到我变，该你上了。这个厚薄如果会这个如果厚了的话，不一样了，薄的早都烂了，这个厚的还没熟透呢，是吧？对，那就不行了。好，非常好。等会儿我看看，你看，非常没问题。没问题，是吧？咱们有这个的怕什么呀？咱们有这个的怕什么？然后再把它斩成，哎，这么几段，就像这么长那么一段就行了。这是一段。今儿是真学了一招，回家露两手，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关键电筷的这招别让他看见啊！然后回去跟他说：“你看我这刀悬空，我控制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你看我切出那么均匀，对吧？”别说了，您看这一刀切的。刚夸你就这样了，你这还成？行了，就这样吧，有点啊。好，第一招呢，咱们先把茄子刀工处理完了啊。虽然这个很简单，但是你看雪纯学的非常认真，而且今天是学回了以后要学以致用。怎么样？要想切出完美的夹刀片，您可以在食材的下面垫上一双筷子，这样再切，可以使切出的夹刀片深浅一致。这个方法不错吧？下面就要调馅酿馅了，这里面也是大有讲究，茄龙的味道是否香浓，造型是否漂亮，成败在此一举，您可要仔细看清楚了。我们都得谢谢曲浩师傅教给我们这个窍门，要不然这个刀工说实在的，这是懒招，这是我老师教的。我老师说到国外他教那些非洲的厨师，非洲人没干过这个，说这片薄厚，今儿薄了今儿厚了，气得着急上火怎么办？把木头板挖一槽，往里一搁，刀平了一切，哎，薄厚一致了。但是他们也不讲究这种刀工啊，平常不切。
这点葱姜米放一半放下去，嗯，这一半留着我们炝锅时候啊，做汁儿的时候用。那么里头还要用一点点虾仁儿哦，哎，你叫豪华版吗？豪华版，豪华版吧，是不是？切成粒啊，切成粒、哦。其实是为了让它有一点那个质感的变化，对、嗯。因为虾肉比起猪肉馅儿来，它肯定有点弹性。对，非常好，真聪明。接下来我们就要搅馅儿了。对，搅馅儿。嗯，调味。来一点点盐，少许，再来一点点生抽。你看啊，嗯、这么多放多少？哎，这么多生抽就差不多了、嗯。如果是那种汤匙的话，也不到一汤匙，对，差不多。哎，这个前面有了，里头呢可以给一点点胡椒粉啊，去一些它的腥味、嗯、啊，可以了。然后我们加一点点这个蚝油。嗯，通常有这个和饺子馅儿经验的人做这个调味应该就不成问题，不成问题、嗯、啊。然后呢，我们给它搅拌均匀了。嗯，这你看，连抓带搅再摔，对，它里头的味儿就全均匀了。这个摔特重要啊，这个摔下去的那个动作也能把味儿都积到这个肉里面去。均匀了，对，嗯。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要什么呀？要往里头把馅儿要让进去，酿馅儿，酿馅儿了、啊。先把这茄子要灌上了淀粉。啊？什么？酿馅儿前还要先拍淀粉？这您还是第一次听说吧？且听听我们大师是如何解释的吧。就是为了能粘住这个馅儿。对，要不那茄子含很多水分，你这馅儿肉一沾水就全掉下去了，是吧？那哦，这个时候把肉馅上进去啊，怎么样？这边一拨，这筷子一来，往里这一抹，一抹这手指跟它一配合，哦，这样啊？怎么样？那也不是很麻烦吗？那是，那你看我干这不麻烦，到你手里干，给我瞧瞧。但是，瞧你怎么着？不是，我明白了，其实我这个。这个动作哈、嗯，它还是很不容易的，是因为这个、哎、你少了吧，它就没意思，对，多了吧又合不上，是啊，这茄子会断开的，看见没有？哎，挺好，这就齐活了啊啊，这就算一段完成了，这一段完成了，你看这一收拾都规矩啊，来，你来一个，好，这么细致的活，我非常快吧，非常省事，其实也不擅长，一出手，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吗？没，我一跟您说话有点忘了，奶奶。把这往上撒，对，撒完了再抖，让它里头均匀。把玉米淀粉往上撒，撒完了以后要这样，要把它掰开，让淀粉往里走一走，多拉它两下，一抖那粉就下去了，哎、是不是？对、啊，哎，这得找窍门。哎、真的，然后馅儿呢，不许多也不许少，然后呢，没筷子没带出来吧？没带出来，嗯，这你厚了，多了吗？这多了，多了，你这要弄十几片都这么厚，完了。把这点再补到这里，这还行吧？行，还不错。嗯、你别说啊、嗯，比我想象的强多了。对。哎呀，一个人的成长啊，离不开前辈的鼓励。哎，多鼓励鼓励你。但是人家都说，就是前辈其实是要骂才能更管用。那不是我的方法不一样，我更人性化，社会发展了还老骂一声啊。我肯定是您是等我走了您再骂吧，我知道。骂过你是不是人？不是人。好。这个我这茄子肉龙基本上肉都粘到我手上了。嗯，行，嗯，好，好嘞，太好了！你看跟师傅那东西做的一块一摆，你比这师傅那还强。嘿，好，不错，接龙，接龙，好，地道，好。肉酱茄龙重点步骤一：长条茄子切成每段5厘米的夹刀片，拍上淀粉，将肉馅酿入其中，使其弯曲。下面一步可是很多制作蒸茄子的朋友会忽略的一点，有了这一步，保证您做出的肉酱茄龙在口感上得到升华，您可要看好了。七号师傅已经又润了一下锅。哎，对，这个呢，一会儿呢我们要煎制。你比如说这个茄子不煎，直接上蒸笼蒸，吃嘴里就很水，很梗，不好吃。所以呢，我们这是轻轻一煎。然后把油控干了再去蒸，蒸的时候它会油走出来，所以就是先微煎一下、啊、然后再去蒸。对，刚才屈师傅特别强调了是微微煎一下，对，所以千万不要火候大了。哎，稍微给它翻翻个啊，我这个时候看着哈心里就特担心、嗯、啊，特担心刚才我切的那一块和我加进肉馅的那一块它会散掉。 啊不会不会不会，你看，嗯，我这撒开了转没事儿、啊、说明经受住考验了是吧。然后你看、嗯、这油根本没吃进去，还在外边、嗯、是吧、嗯、对，然后把那空往锅里一空、哦、就煎了一下就行了。下面把蒸锅拿过来一蒸就齐了、嗯、好。肉酱茄龙重点步骤之二：茄龙蒸着之前一定要用油微微煎一下，
一是为了更好定型，二是让最终的成品更入味，更软嫩多汁儿。下面就是要蒸制茄龙了。铁锤，你看现在叫撞气了，这个撞是撞击，哎，撞击的撞，撞墙的撞，不是强壮的撞，对对对，就、哎、是气儿上来撞，上来了，撞到这个气上头了，说明已经到时候了，哎、这气儿足了，嗯，小心别虚手，来我来吧，接下去，然后盖盖，蒸六分钟，六分钟，对，好，因为咱已经煎了一下了，肉已经哎三五成熟了，再稍微一蒸，让它肉味融入在切片里。那之前您在煎的时候、嗯、我看那个很多肉馅的很多部分其实是没煎透的、哎、也就是微微的微微一煎、哎、如果那个时候做的过于成熟了再去蒸的话，哎，那就味道就不好渗了，而且肉已经熟了，它成粒了，对，它不粘了，是吧、嗯、这时候蒸的时候呢，哎，它有那力量往外长一长，是吧，蒸的时候也不能长，哎，蒸的火候合适、嗯、那么那个茄子还能成整形、嗯、时间长了茄泥了烂了全摊了，叫不成龙了、啊、不成龙了、就摊了啊。六分钟大火、哎、蒸制，蒸制了，我们可以茄龙出锅了。哦，你看香气出来了，而且完全没有改变它原来的那个样貌，哎、形状不会有大的变化啊。对，哎，我们取出来，茄子也没塌下去。对，接下来就是我们给它装盘了啊，这就能吃了。哎，好，不行，我还得浇个汁儿的呀。啊，浇一汁，您不都调过味了吗？调过味了，那还得让它更尽善尽美啊。怎么样？说了今天我们的肉酱茄龙是豪华版的，一点都不为过吧。大火蒸了六分钟的茄龙还要在上面浇个汁儿，那这个汁儿该如何调制呢？来个蚝油汁儿、就是、做一个烧汁儿哈，哎，非常简单的，来一点点油，嗯，把葱姜米炝锅，爆出香气、嗯、啊，爆出香气，葱姜的香气出来了，别炒糊了，来点料酒，嗯，然后加入水，来点生抽，有点基本咸味啊、嗯、来点蚝油啊，放入锅中，这时候呢再提一点点盐啊，糖呢一点点回味，再来点鸡精，这个就像这个交响乐哈、嗯、它每一种乐器出来的声音得有一个次序，得有一个秩序，刚才的这个所有调味料加进去的过程应该是不可以有错乱的，对不 对？哎，开锅了，打点沫啊，把沫打一打啊，油沫子不要，然后再讲究点，把这葱姜的再打出去，啊，让它味道到汤里头了，但是呢，不能让把这汤弄乱了。您的目的是现在想做一个芡汁吗？芡汁，哎，那就是还得用上淀粉，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主要是我看见这个摆在这儿，觉得就得有点用嘛。这个，我心里头越来越高兴了啊。我非常有成就感，我特别感激您看到我的每一点一滴进步。好，加了一点点淀粉水，淀粉水入芡、嗯、啊，好 OK， 我们进入芡汁，那么这个菜你看着就不一样了，哎呀，这太不一样了，既有增润它的光泽度，而且还起到保温增香的作用。这道酱香味浓营养少油的肉酱茄龙您学会了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长茄子改夹刀片，切成五厘米的小段。二，虾仁切粒放入肉馅中，然后加盐、生抽、胡椒粉、蚝油搅拌均匀。三，茄龙拍上淀粉，将肉馅酿入其中，使其弯曲。四，热锅凉油，将茄龙上火，微微煎成金黄色，再上蒸锅，大火蒸六分钟，成熟以后装盘。五，锅中加底油，下葱姜米，放料酒、清水、生抽、蚝油、盐、白糖、鸡精，调好味儿，勾水淀粉，开锅后淋在茄龙上即可。肉酱茄龙，对，今天这道菜很精致，浇汁之后的感觉太好了，赶快试试吧，不管做得好做不好，做的过程你就都会有一种成就感的，做这道菜大家一起来试试，如果有什么好点子或者有什么问题通过我们的微博互动或者给我们来信哈，可以请教厨艺大师，那就谢谢曲浩师傅，哎，不客气，咱们学下道菜的时候再见，哎，再见，好。